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接下来咱们继续聊啊，上一节呢跟大家简单聊了聊分支它大概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你可能只是对分支有了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印象。那么这个分支应该如何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的开发过程中呢，或实际的版本控制过程中呢？那么接下来各位，我们的故事就要开始继续发展了。你听故事的同时，咱们再来把情景给它模拟上之后，你再来用这个分支就知道它是怎么玩的了啊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咱们的故事进入咱们的第四阶段。啊，第四阶段是什么呢？来，同学们，比如说你看现在我们的什么网站，包括我们这个平台，已经基本上搭建的 OK， 也可以盈利了。那到第四阶段，其实对于公司想要继续发展，它永远要持续不断的去想要探究这个更多的业务啊，业务线更多，赚钱更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它探究什么呢？比如说最近我有一个这个叫感想吧。大家最近在刷抖音的时候会发现，诶，这个抖音上边是有一些小姐姐，或者是拍视频拍的特别有趣的人，他的这个下边呢会有一个叫商品的那个推荐，对吧？商品那个推荐，那个商品推荐实际上是这个抖音的这个平台他自己做的，就是你拍的视频特别火，然后呢你就把你的这个想要卖点商品，就把这个商品放到你的视频那儿就可以卖，卖完之后你就可以拿到佣金啊。咱们这个路飞团队里边也有一个就是同事，那他自己平时也会做一些这种抖音相关的东西。他做完之后呢，就是有一天他那个视频特别火，然后应该有个几百万的这个赞，然后他看的说，哎，感觉要火了，他抓紧在上边挂了几本卖书的那个链接，然后呢结果就那一天啊就赚了8000块钱啊。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啊。咱们接下来对于我们这个平台想要做这件事儿，也可以类似开发一个这样的功能嘛。比如说那接下来说，那咱们也要开发一个功能，做什么？比如说做商城的功能啊，开发一个商城，类似于卖东西嘛，对吧？类似于卖东西，那做商城这个功能，那接下来还是咱们春生同学自己一个人，假设他就在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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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开发。各位，你已经知道啊，他要进行开发。现在咱们代码的版本是不是已经到了这儿了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春生要进行是不是开发咱们的商城的是不是这个功能了？他得开发。那商城这个功能我给你做上个预计，比如说预计要花费多久的时间呢？比如说两个月，他要花两个月才能把这个商城的功能给他完全开发出来。那么接下来记住啊，现在咱们线上的代码已经是有约饭的功能了，也就是你现在访问我们的这个网站啊，东北热，那他就可以看到有这个约饭的功能。但是商城的功能还没有，因为我在正在开发过程中，就类似于我在春生正在写。那他在写的过程中，各位注意了啊，假设他已经写了一个月了，情况来了啊，他写到了一个月，刚刚在这个时候呢说，哎呀，网站就他刚写了这么一点，说线上网站的功能出 bug 了，线上网站功能出 bug 了，比如说约饭的这个功能出问题了，需要紧急修复一下。那各位你会怎么办？修去呗，找人修去嘛，对吧？但是对于咱们现在做的这个版本控制的话，这个里边就存在问题了。存在什么问题呢？我刚开发了这一半的功能，如果你想让我回到这个功能这儿来说，那这个功能怎么办？这个功能能暂时保存一下吗？能保存在哪儿呢？如果咱们按照以前使用 Git 这个流程来说，它是保存不了的，各位。它要么你把它给舍弃掉，舍弃掉之后代码就回到初始的这个状态去给它修 bug， 修复完 bug 之后再回来再重新开发这一个月的功能。那你要知道这个就会非常浪费咱们的时间。
对不对？这不是我们想要的。那对于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按咱们原来所储备的知识是没有办法解决的，或者是解决起来会非常的麻烦。但是如果你学了分支之后，各位，这件事儿就变得异常简单了。怎么个简单呢？来，接下来按照咱们事态的发展，我在这给大家重新把这个给梳理一下。比如说接下来我画的稍微小一点啊，然后呢，最开始咱们还是这样 C1 的功能，画小点 C1 这个版本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接下来又有了一个 C2 的版本到短视频了，那紧接着又开发了 C3 版本，就已经更替到这里了啊。那么接下来这个功能也已经完成了，说我们要开发商城的功能，对不对？如果咱们现在储备量知道了分支是什么之后，你看我可不可以这样，各位，在开发这个新功能商城功能的时候，我给它做上另外一个分支在这儿去开发。比如说这里边写上，我稍微改一下啊，这里边比如说写上个 C4，写上个 C4， 就是它指向它，让它去开发新功能。开发新功能，你去开发吧，你开发了一个月，对吧？你就一个月嘛。然后你如果以后再开发第二个月，可以继续往后发展。比如说这里边写 C5 是以后的事啊，那咱们暂且先不写 C5， 假设现在到了 C1 了，那它是正在开发新功能，就是开发了一个月之后说，哎，线上代码紧急出 bug 了，怎么办呢？各位，它就可以怎么着啊，回到最原始这个地儿，然后再给它做上一个分支，再给它做上一个分支，比如说这个分支叫临时的分支，比如说写上个 C5 啊，再弄一 C5， 这个 C5 呢就对 C3 就原来的代码做修复 bug， 明白吗？修复 bug， 当它把 bug 修复完之后，哎，再给它做上一个什么呢？比如说上线，再给它做上一个，比如说这儿我先不画了。比如说这个 bug 修复完之后，哎，就可以让咱们的线上代码就正常往后走了，能理解吗，各位啊？就是能够正常往后走了。那咱们如果说把这个弄完了，假设你弄完了啊，弄完之后，比如说这个功能和这个功能它弄完了，弄完之后，好，你接下来就可以再切换回 C4， 你原来不在这儿吗？那你再回切换回 C4， 原来已经开发一个月了，就在一个月的基础上再继续往后去开发，那就不耽误啊咱们正常的去修复 bug 这件事儿了，能理解意思吧，各位？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咱们有了分支的概念之后，这个处理起来就会比较简单了啊，处理起来就会比较简单。所以这是在这里边，各位，我要跟你说的啊，通过咱们学习分支这个概念，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件事儿，就是我们的线上代码如果出现 bug 了，如何进行紧急的修复。紧急修复怎么写忘了啊？紧急修复啊，给他紧急修复。各位注意了啊，这也是一个面试题。面试的时候啊，有人会问到你：你们公司里边如果代线上代码出 bug 了，是怎么解决的呢？你注意，就在这是会创建一个新的分支啊，对 bug 进行重新修复。修复完之后，再给他之后还有一个概念，就是合并到。啊，这个也往后走啊，给它进行合并到咱们的主分支里边去。当合并到这里边之后，哎，就是表示我们的这个功能就算搞定了啊。好了，这就是在这儿基本上这么一个处理流程。那在这儿我要跟大家来讲一个叫分支的这么一个概念之后，你接下来在这儿有几个名字，各位注意了，就是这就是咱们的主干线。而到了这儿做了个分支，它分到 C4 或者分到 C5， 对不对？有个分支了。那分支其实都可以有一个名称，就像那树干，咱们给这个树干起个名字，给这个树枝起个名字，给这个树枝起个名字，给它得起个名字。
那默认这条主干线它这个分支名叫什么呢？叫 master， 它叫 master， 它叫 master。 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在主干线这个 master 主分支上面再可以给它分其他的分支，比如说把它分出来分成了这个分支，你可以认为就是这个分支，这个分支又分成了这个分支，那他们这个分支也可以起名字，叫什么名字你自己随便定义。比如说我们这儿假设啊，我们知道这是开发新功能，假设我自己定义的时候，我喜欢让它叫第一微分支，叫第一微分支，就是按 development 就开发的分支，开发新功能。而如果出现 bug 了，那我会新创建个分支，比如说就叫 bug， 紧急修复这个 bug。那修复完之后，再给它把修复完 bug 的这个分支，再这叫合并。这个分支要合并到 master 分支上，就是 master 分支，你认为是一个主路线，是一个主路线，它就再合并回到这里边 C6 这里边来。啊，那这是咱们这个功能。然后紧接着比如说咱们的第一微分支开发了又一个月，把这个功能比如说开发完了，开发完之后啊，这是这个 C7 的这个功能也是需要再合并回咱们的，比如说 C8 也是要合并到咱们的 master 分支上，所以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主分支，还有一个分叉的分支，这些分叉的分支都是帮助咱们类似于叫创建一个新的环境，帮助我们去做这个事儿，而不影响其他的分支里边的代码，不影响其他的环境啊，相当于就给你做上一个，就是每一个分支都是一个叫隔离的环境，相互隔离的环境，可以做各自想要让它完成的事情。啊，所以分支的作用就是在这儿，就是做咱们的这叫什么呀？环境的隔离，啊，所以就是在这儿，对于我们啊第四个阶段做商城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叫紧急修复 bug 的话，就可以通过咱们分支的这个概念可以给它完成啊。那具体这个就是流程我们聊清楚了，就是具体这里边的操作应该怎么做呢？各位别着急，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打开咱们的代码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把咱们想要完成的这件事给它实践完成。